好吧，是什么？他说我刚比较轻，不是在骂我、嗯，然后突然发现我完全忘记下一个动作是什么。教波兰人蹲马步。我妈说我是 Z 的手，很适合当小偷。妈说最喜欢这个部分。嗨，我是你的整副师 Morgan， 这个频道是献给想远离越南、想获得这些资讯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 ，Let's go。各位，今天欢迎我们的 Anna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刚刚上一支我教 Anna 如何放松上半身的影片已经在她的频道了，所以可以去看。欢迎。现在这一支是我要教 Anna 如何放松我们的下肢肌肉。OK， 所以我们先从我们背后的股二头肌开始，在放松这边的时候，可以把它往上拉一点，露出一点臀大肌是 OK 的。再来呢，我们这边也是选择用精油来放松。对，如意的话也是可以，只是精油的话比较不会是推一推就又干掉了这样子。好，那一样我们再先云油云在手上，不要直接用在客户手身上这样子。首先如何去云油，我们两只手交叠，往上推，然后把它打开，跟着一下。因为我们在左侧嘛，所以左手在上面。等等。好。左右分不清楚，所以现在看，我不知道我在看什么。左侧嘛，现在是左边，所以我们左手在上面，这样会比较顺，对。哦。因为我们要推到这边，对，拉回来，好，这样平平的推过去，然后拉回来，对，记得手一定要服帖，不要翘起来。好，那这个是云游的部分，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动作。我们两只手这样子，大拇指交叠，这样子贴着推过去，好，再推上去，像指尖吗？用整根大拇指，哦，对，不会只有指尖，整根大拇指都贴上去。那这边指尖指腹大会稍微往下压，对，所以这样子，然后。经过我们膝盖的时候，我们稍微抬起来一下，然后再压回去。OK， 滑过来，再拉回来。OK， 再一次吗？好，再一次。好，大拇指，我们从脚踝上面这边先开始，推上去之后，这边会不会抬起来，再压回去。OK。然后打开来的时候，就可以稍微把他的腿抬起来，这样子。OK， 会不会太难？试了才知道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换你。好。现在你现在站右边，所以是右手在上面。右手。对。对，这只脚往前，这样子。对，没错。我觉得我的油好像不够多。然后或者是你压太大力，因为那个还没有磨嘛，所以还不够滑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边让我部分会转正，对，没错，这样你腰才不会受伤。对，先轻轻的滑过去，现在是云游阶段，先滑个大概三下，让整条腿都充满了精油。没错 ，OK， 好，来从这边往上推。然后抬起来，再压回去。好，膝盖要弯 ，OK， 打开 ，Go。抬起来，下去，没错 ，OK， 很好。好，那再进入下一个动作，我们两只手这样叠在一起，一起往上推。对，然后我们往上推到屁股，再拉回来。那这边因为那个小腿肌肉比较少嘛，所以我们从两边这样夹住的感觉，不要直接这样压上去，会比较痛。用这样类似夹住的感觉。对，那这边的话再转正。对，有看到我中间的差异吗？看我一开始这样，这样子上去到这边，我会变这样。对，没错。有找到齁，最后一次齁，
夹着推上去，转正，嘿，然后我也推上来，然后一样安抚回来 ，OK。哇！今天这样，这样，嘿，嘿 ，OK，Go。好，来转正，对 ，yes， 好，上去，是这里就手还是？对，这边上去，哦，是外面是，对，外面上去，哦，这样子，对，没错，啊，我们人可以往前站一点，好，对，你会比较轻松，嗯哼，对，好，再一次，转正，嘿，对，往上推，手打直，手打直。哪里打直？打直，你会比较好处理。OK， Go。好，有比较好吗 ？Miss Lippy。他说现在比较。Ale to zrobiłem delikatnie, to nie był zarzut, to było przyjemne. 他说我刚比较轻，不是在骂我。再一次。OK， 有没有觉得比较好发力，有处理差很多，比较轻松。OK， 好，太棒了。那我们下一个动作，我们用我们的手臂的侧边这边，然后用这边轻轻的往上推。然后我们会先从内侧，然后往外这边外侧这样回来。OK， 我先示范一次。太大力了，所以我会小力一点。好，一样内侧。外侧。你们看到我的脚？哎，根本就像运动。对对，就是一项运按摩，其实就是一项运动。对，这样拉回来，舒服吗？睡不进去。他说可以这么说，但是spać się nie da przy tym。他说睡不着觉。啊，那换你了。前脚可以再往前踏一点，越过那条线。对对对，你会比较好处理，对不对？腰比较没那么酸。然后突然发现我已经忘记下一个动作是什么。好，好，我们先从手肘先那个前臂这边前臂先放上来，然后往上这样子 ，OK， 这样这边用肉比较多的地方 ，OK，Go。OK， 然后往外，对，然后这边。对，棒，好，妈妈有反应就是，对，来，啊，我们的膝盖可以弯多一点，蹲下来，对对，蹲马步，可以，教波兰人蹲马步，哎，我也会耶，啊，会吗？对啊，是拉波人也会，哦。嗯，这只手是啊，就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对，对，蹲低一点，蹲低一点，对，哎，哪太手长脚长了？我妈说我是 Z 的手，很适合当小偷。对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 ，Go。OK， 很好，是那棒。好，这样我们翻面做第四和第五个动作。我们的前面上面的话是差不多的，但小腿的话，因为内侧这边肌肉比较少，对，我们都以外侧为主。
外侧。对，就这边，这边肌肉比较多。云游方法一样，这样子往上，滑过来，上去，滑过来。妈说最喜欢这个部分，最温柔。我们在推的时候呢，我们先用一样是用这样子的动作，内侧这边只有到背后面那边的肌肉，对，所以我们以外侧为主，所以这边单手就好，推上去之后，两只手再接上来，另一只手再接上来，过去，拉回来 ，Good， 单手先推上去。然后两只手来接上来。To już jest, schody się zaczynają. OK. 对，好，再一次哦。用外侧，然后经过膝盖的时候，一样轻轻的，然后往上推上去，然后包覆，哎，两只手这样子滑回来。OK. 啊，试试看。是不是有点难？先。抹油，好 ，OK， 对，里面加另外一只也是这样子吗？对，没错，是不是不太好推？对，好，我们这只脚往前站，踩到那边。好，对，好，来，现在手挺起来，没错。OK， 然后回来。OK， 好，来，好，再一次，对，可以走上来。好像有比较好一点，听到妈妈的声音。Teraz poczułam。啊，她说有感觉了。OK。Jednak jak zmieniłaś pozycję zdecydowanie lepiej. 我的姿势正确跟不正确差非常多。对，没错，所以姿势正确才会舒服。嗯，对。我也不会受伤。对，没错。回来的时候帮我这样子。嗯。对，然后大拇指并起来。嗯。对，然后一起拉回来。Nice， 很好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好。Tak jak rozprowadzenie kremu na torcie, a teraz nadmiar ściągamy w dół. Good, 很棒。有没有舒服？有。OK， 太棒。最后一个动作一样是比较安抚的，所以我们直接两只手这样子，往交叠这样往上，往上。哦，要避开。对，然后。推上去之后，稍微用力夹回来，可以把它夹回来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好，往上，往上。那因为它内侧比较没肌肉，所以我这边会轻轻的。那外侧比较有肌肉，所以我会比较大力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往上，然后拉回来。哦。做一次啊，推上去。拉回来，对，啊，你看我这边会夹起来，感觉都没死过的，想想那么久，感觉好像你要把它的皮剥开来，对，有点类似啊，就把筋膜去把它放松开来 ，Go， 对，哇，第一次就这么厉害。最后一次，然后帮我提多一点，对，把肉都拉起来。好。Nice。耶！很棒。Anna超棒。谢谢老师，老师最棒了。好，那
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有没有学到很多？学到很多，真的是大开眼界。我这么跟老师真的是最佩服你了。哎、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吧？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，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一门学问。没错，喜欢今天影片，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